幺零一整线，一整线，一整线。九万先生。啊？不用不用，待会儿先你先所有的都试完。这我开了。没有没有。能不能要高一点啊？按摩这里。小杜。好啊。这个包的他妈的比他那个要好看多了。是吧？哦，这比他那个要褶皱少小啊。他那个感觉烫起来好像很皱的嘛。嗯。这看看。正。开始吧。好。和装和鸡蛋要装醒啊。他说没问题啊。来，来，我帮你摇吧。小杜，摇，摇哎，摇的。他为啥一个一个的弄啊？这里啊。他为啥一个个的弄啊？我给他一小时，人家把他倒了。有倒的吗？没有。我听见了倒的样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管他。他那边，他那边，瓶子不对。那后面还有一个瓶子。你是他那个还有瓶原瓶吧、啊、好像还有原瓶吧，他那边没关系，那能接住就行了，就是这条路上没吃到有水，这有水，原瓶不是很多吗？没水了。啊，没水了，那上面楼上面没水了，够了吗？你有一次了吗？你从开始到结尾都有了吧。不是瓶子很多吗？
放好了。这里不调就这里啊？可以啊，哦，这不行啊，要一启动的，一启动的，对，这是一启动的，差一点点行不行？这里还不好调，调了，你这里全部都，算了，开吧，你就不要拍到这里，我不要拍到这里，你在那里拍，你这样子这样，我再推出来给你，你拍不要拍到我这里哈，好，到脚，开始松的，他说没有，他没开，开了。哎，这个位置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拍，位置不对。向我拍一下那个屏幕来。推一下。那俄语的，你看一下，俄语的，那俄语的。俄语。俄语的，我看一下。小，你点一下，我看俄语的，这有俄语的啊。它自动了没有？开了。你推过来，它推不过来。推过来，你重力，用重力才推得过来，你重力。待会儿。